这个声乐简单不简单？其实用几句话就都能概括了啊。乐器应该，这就是我们的乐器，乐器应该怎么摆放？就是这么摆放啊。哼鸣挂着上半脸，从鼻子以上这一块要兴奋。好，下面嘴巴，嘴巴下巴，脖子，肩，全部要松开。肚脐眼以下有点力量，能绷住你就先绷住。这就是一个歌唱的一个啊，脚后跟儿站平稳就行了，脚后跟不能，这个脚不能说很软，在那还颠啊什么的啊，脚后跟是平平稳稳的站在地下的。好，这个乐器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你这个时候该舒展的地方舒展。该紧张的地方要紧张，哈，这就是我原来我说的啊，这是我总结的啊，就是歌唱的时候，上松下紧，内紧外松，啊，身体里面，肚脐眼儿还有小腹这块要紧一下，但是我们的表情、我们的上肩都要松开，因为这一块是要给观众看的，这块不能绷紧。啊，所以说要给观众看，要松开。从外表看，就这样的状态，你发出声音来，就很可能就是对的。哎，这叫，这个就叫做全身歌唱了。